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，和尚你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居士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3面，丁十五，那罗延伸愿。这个净土法门的特色啊，印光大师说是他立门果地教，也就是说，身为一个净土宗的修学者，我们不管是今生的利苦得乐，或者是来生的功德庄严，主要还是仰仗佛力的加倍所成就的。那么这样的一种特色，当然在修行过程当中啊，就有所不同。我们一般的圣道门在修学的过程当中，主要的是仰仗你内在心灵的力量，来断惑证正。那么净土宗的修学呢，是要整个修学过程当中呢，要让你的心力跟佛力，而产生一种交互的作用，我们就叫做感应道交。所以，感应道交是整个净土宗的一个修学宗旨的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修学的目标。你必须要用尽一切的方法，让你的心灵的力量跟佛陀的力量感应道交，这个是净土宗的最高目标了。那么，怎么样达到感应道教的目标呢？它的一个根本的宗旨是什么？那么，在这样的一个修学的传承当中呢，最早提出感应道教的一个修学方法的，就是印度的祖师啊，天亲菩萨。天亲菩萨在《往生论》当中呢，提出了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他认为说，我们一个凡夫要跟佛陀感应道交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修学一心归命。那么，怎么修一心归命呢？天亲菩萨提出了5个法门，包括身业的礼拜、口业的称念、意业的作念、观察回向，就是身口意的相应，这样子能够跟蚂蚁的心啊，慢慢慢慢。跟佛陀的心呢，两个就心心相印，感应道交。所以，最早对这个净土宗提出修学宗旨的是天亲菩萨的一心归命的思想。那么，这种思想传到中国以后呢，善导大师把它发挥出来。那么，善导大师呢，他根据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》里面的第18愿。那么说是摄我得佛，十方众生自心信要，一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善导大师说呢，其实第18愿是整个修学净土宗的主要的宗旨，所以叫做愿王。那么18愿当中的根本思想就只有8个字，就是自心信要，一生我国。他认为这18个字是整个净土宗当中修学的成败关键。净土宗，他不怕你烦恼重，他也不怕你业障重，但是你要感应道交，必须要记住这8个字：自信心要一生我国。但这8个字怎么解释呢？太抽象了。所以善导大师说啊，说这8个字其实就是顺从本愿的意思，这句话就把整个净土宗的中心思想挑出来，就是说，你一个念佛的人，你用什么心态来念佛是最恰当的？就是你这一念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，你不能有任何的妄想，你不要说我这个人业障深重啊，我是福报不够啊，这样子就叫做抗拒本愿。你内心当中念佛的时候，只有一种想法，顺从本愿的想法。
这个就是偶益大师后来延伸出来所谓的真实信心。其实我们看名相 一再改变，或者到最后印光大师叫老实念佛，其实都是这个道理。老实念佛也好，真实信心也好，顺从本愿也好，一心归命也好，就是弥陀四十八愿的自信心要一生我。当然这个地方的问题点就是你对净土宗要产生一种强烈不共的信心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有很深厚的疑惑的烦恼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教理的学习啊，来拔除你内心的疑根。那疑根未拔啊，你很难信顺从本愿的。你说你念这句佛号让你一心归命通身靠倒，我看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所以我们必须透过教理的学习，成就大乘的正见。从这个对四十八愿的学习当中啊，慢慢慢慢的拔除你内心的疑根，那么未来我们念佛的时候就能够顺从本愿啊，一心归命，就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愿文里面这个第十五个那罗延伸愿，我们先看经文。好，大家请合掌。设我得佛，佛中菩萨不得金刚罗罗延伸者，不取正觉。那么这个愿呢，是跟前面的寿命无量愿呢是有关系的啊。那么这个愿，因为我们讲到正报，那么正报当中，当然第一个谈到它的一个寿命的长短。那么现在再进一步谈到，在这么长的寿命当中，他的整个身体状态是怎么回事啊？前面是讲到一个结果，这个地方讲到他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啊。我们叫孝师，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，国中的菩萨，那么他所到得到的这个果报体，这样的一个色身果报体呢，假设呢不能成就金刚那罗延伸，那么我就不成佛。这个金刚呢，是一个天上金刚力士的名称啊，它的名称叫金刚力士，是诸天的护法神。那么那个那罗延呢，是比喻这个金刚的色身啊，是非常的坚固啊。这个那罗延翻成中文叫坚固啊，是比喻它的色身。所以这个人一出生的时候啊，身体非常的强壮坚固啊，不衰不坏。没有衰老，而且他没有病痛的破坏，所以叫做那罗延。那么一般来说呢，我们在整个圣道门当中呢，要以精进力的缘故而得坚固身。说这个人他的身体啊，你看他样子六十几岁还很年轻，为什么他的色身这么坚固呢？就这个人的心特别精进，他随时啊把心力提起来，随时让自己保持全力以赴的最佳状态，这种人他不容易衰老，因为他精进啊。那么以慈心不杀的缘故而得无病痛，而这为什么他都没什么病痛呢？因为他过去生没有杀害众生，他走路的时候很小心，他对每一个众生呢都保持一释放他的慈悲心。你看那个阿难尊者，他活到120岁。阿难尊者一生当中做佛陀的侍者，他从来没有生过病。阿难尊者，薄伽罗尊者活到160岁也没有生过病。佛弟子当中有两个阿罗汉没有生过病，一个阿难尊者，一个薄伽罗。你看舍利佛，他有一次他是阿罗汉，他有一次病到最后啊，连站都站不起来。佛陀说法的时候啊，弟子用那个担架把他抬到法堂去听法。所以这个阿罗汉的果报体也各式各样啊。那么在极乐世界的人民当中呢，阿弥陀佛所提供你的果报体，不管是不但是寿命的长啊，而且他的身体呢，你在这一期无量无边的阿僧祇的寿命当中，第一个你没有衰老的现象出现，你永远保持年轻的相貌，
永远保持一个美好的体力。第二个，你一生当中没有病痛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华严经说啊，我们菩萨不怕老，也不怕死，还是很怕病痛。因为你一生病以后啊，你整个气血啊、经脉都不通啊，你就障碍你去修学圣道。我看维大师的这个一生的传记当中啊，佛祖一生当中啊，真的是为病痛所苦啊。你看他的化验文想得很清楚，他说他每一次在加行用功的时候，他的心跟圣道快要相应的时候啊，功夫刚刚相应，病痛就现前，就被病痛给破坏。所以你看他讲一个偈颂说，他说病是无备良药，他说这个病啊是我最好的药，佛陀说的法都没有病这么好。为什么呢？消灭我无始的妄想啊，那么这个看破此生虚妄，深达苦空无常无我关门。你看维大师本来有很多的妄想，要持令正法久住啊，让 五个比丘诸法住世，后来病痛现前以后啊，他整个向外攀岩的有所作为的妄想全部消失掉，对色身的执取也慢慢消失掉，看破此生虚妄，最后通达苦空无常无我关门，成就了四念处，成就了一个修道当中非常重要的出离心。当然偶一大师是一个大修行者，他能够转世成智，他能够把病对他的伤害转成一个修道的力量。当然你看他对他可以对身心世界的苦空无常这么深刻的体验，可见得病痛对他的刺激啊，是既深且远的，非常深远的，我们一般人很难体验到。那你要转不过了，那就是伤害。我们极乐世界的人民呢、啊，我们后面讲到，他不但是在极乐世界念佛念法念身啊，他一般来说是做两件事，第一个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他供佛。极乐世界人民相当忙的，他经常到十方世界遨游啊，供养佛陀，亲近佛陀。第二个，他到十方法界众生啊，去成熟教化众生。那么这么一个庄严具足五种神通功能的果报体，如果经常生病的话，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啊。所以说到了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啊，它本身是一个不老不病的一个色身，叫做金刚那罗延身。那么这样子对于我们修习善法，对于我们度化众生，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好，我们看第十六啊，门光柔软焰，看经文。舍我得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，蒙我光明护其体者，身心柔软，超过天人。若不尔者，不具正觉。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核心五愿啊，阿弥陀佛是光明无量愿啊。那么这个愿呢，就进一步的讲到这个弥陀的光明，那么对我们众生所产生的一种力量。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，这个光明它所加倍的根基，先看这个基。那么在十方无量不可思议的这么多的诸佛世界当中呢，的这种有情的众生，当然这个地方也包括了我们这些颠倒的生死凡夫啊，这是他的一个光明所加倍的根基，这一下说明他的利益。那么这些众生呢，只要蒙我光明来照处其身体的话呢，他的身心啊会有一种柔软安乐的感受，而这样的一种快乐的感受是超过天人的快乐的。假设不如是的话，不具正觉。我们在化缘文当中经常说啊，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，希望我们在临终的时候，
阿弥陀佛，愿以净光照我，持时摄我。这个净光呢，是指的光明来照我的色身，那么持时呢，是愿望来摄我的心啊，以愿望来摄持我的内心，以光明来照射我的色身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希望弥陀的光明照我色身呢？就是这个地方有这种罪灭善生啊，能够破恶生善的一种作用啊。一般来说，佛菩萨对众生的加持的神通力啊，主要是以光明的方式表现出来。你看佛菩萨只要显神通，大部分都是用光明，因为它速度最快。我讲这个佛菩萨所现的光明的公案啊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。在这个台中莲社的净念佛感应见闻录里面讲到一件事啊，说在台中啊，有一个姓陈的陈师兄啊，陈居士。这个陈师兄啊，他平常呢是做一个建筑的包商。那平常他跟他太太两个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啊，定期的参加念佛共修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陈师兄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，梦到他自己在客厅里面坐。那么这个今天晚上突然间呢，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进来，跟他聊天，聊得还愉快啊。那么聊完以后呢，这个老人家就说：“哎，我带你到一个好的地方去，好不好？”陈师兄：“好，我现在没事啊，跟你去跑跑也好。”那么这个老人家就领着陈师兄啊，到了郊外去了。那么走着走着走着，就走到坟墓去了。那么到了坟墓呢，有一个地方的坟墓是新开挖的，挖了一个大洞，里面还放了一个棺木。这老人家就说：“哎，这个地方就是你要下去的地方，你现在可以下去了。”这陈师兄：“哎呀，这个是棺木，我一下去就死掉了，我不下去。”但是这个时候有一股很大的力量要把他推下去。这个时候陈师兄啊，心中就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么念，在梦中呢，他就看到一个金黄色的光明慢慢出现了。那么这个光明出现的时候呢，那个要推他下去的力量，那个力量就消失掉，乃至于那老人家也消失掉。哎，这个时候内心感到很轻松啊，很柔软了。这个时候那个光明就跟他讲说：“你现在赶快回去。”哈哈，他就回来了。回来以后啊，他醒过来，诶，这是个梦，还很清楚啊，好像真的一样啊。但是工作还是要做了，他第二天早上还是照正常的到工地去工作。那么他这时候刚好是包了一个三层楼的整修工程，就地震以后的整修工程。那么按照过去的工作惯例啊，他到了以后啊，都要领着工头啊，巡工地，看看昨天做的怎么样，今天要怎么做，做一个准备。那么正当他领这个工头要上去的时候，哎，突然有人找他，他跟工头说：“你先上去看看，我马上上去啊。”那么他就去招呼那个找他的客人，结果那个工头一上去那个音架以后，那个木质的音架不到五分钟，那整个印架就整个啪垮下来，那个工头当场脑震荡摔死，这个陈师兄逃过一劫。诸位你们猜猜看，陈师兄为什么会逃过一劫？是的，阿弥陀佛的高明的照射，虽然业力不可思议，但是我们相信佛力更不可思议。世界上事情是无自性的，诸法无自性，一切从缘起。在生命的结果还没有出现之前，因缘会变化。哎，我再讲一个故事哈，这个故事是这一篇的隔壁篇啊，就讲到张师姐啊。这个张师姐啊，她以前因为她结了婚以后身体不好，吃药也吃不好啊，所以她是信奉外道，看到庙就拜。拜土地公啊，拜城隍爷啊等等啊。后来他经过人家的介绍，他就认真学佛，也受了三皈五戒了，做佛弟子了。那么学佛以后，当然他就不再参加这些道教的法会了。
但突然间有一天啊，他过去的朋友啊，那就是所谓的道友啊，要找他。他说：“某某人啊，哎，这我们那个地方有一家很大的百姓公庙，很大。今天刚好是有一个很大的盛大法会，我们去那个地方拜拜。”张师姐说：“我现在受伤归五戒，不能再去。”他说：“啊，没关系啊，去凑个热闹也好。”那么这个张师姐就在这对方的盛情的邀约之下就参加了。参加以后拜完以后呢，那个对方啊就拿这个要去买金子烧啊。张师姐说啊：“你不要烧这个金子，这个没有用的你要烧金子，你不如念往生咒啊，回向给他好。”那么对方说：“哦，这样子，那就不要烧了，不要烧，两个拜一拜啊，就走了。走到晚上就有事情了啊。”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有两个鬼啊跑进来，他说：“你是不是某某人？”他说：“哎，我就是。”那么这个鬼啊，二话不说就抓走。他说：“哎，我大王有话问你啊。”就抓走了，对吧？这个张师姐啊，半推半拉的拉到一个好像是那个古代那个衙门的那个地方去。那么这张师姐一上去，哎呀，不得了，两边啊站了十几个当差的啊，拿着木棍在旁边。中间做一个非常高大威严的鬼王，这鬼王就说了：“他说你今天在我庙里面呢、妄发议论啊，害我今天呢、金钱呢、这个收入少了很多，我要惩罚你。”那么就叫旁边当差的拿这个棍子啊，给我打这个张师姐。张师姐说：“哎，慢慢慢慢，你不能打我。”所以这个人对三宝有信心，他说：“我是三宝弟子，你要敢打我，我就把我的菩萨请出来。”那么说完以后，就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这一个人有信心，他就有力量啊。那么法界当中，我们深信诸佛皆充满，佛菩萨是无时无刻存在的。所以他观世音菩萨一念的时候啊，他当场看到观世音菩萨拿一个甘露瓶就降从空中降下来。这些鬼王啊，这些当差的，看到观世音菩萨跪满地板，都跪在地上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就把他带走，带回去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就是说，阿弥陀佛的光明是怎么样，随时在我们的身边。但是呢，你要去意念他的圣号，你就可以蒙我光明，触其底者，身心柔软，超过天人。当然了，我们可以这样讲呢，就着消除业障这个角度来说啊，其实诸佛菩萨的功德都是有他的加持力的。你看，你念观世菩萨也是有光明加持你啊，不过它的量应该有所不同，因为它的本愿不同。你看，但是阿弥陀佛的量不可思议啊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，诸佛世界众生之力，它那个光明所加倍的范围特别的大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讲到我们前面讲到一个色身的没有病痛，那么这个地方是呢，这个色身的柔软，能够破除种种的鬼神障跟业障啊，破障这个地方都是跟正报的身心有关系的。我们看第17页，乐如肉尽焉。好，我们看经文。胜我得佛，国中天人所受快乐，不如肉尽比丘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们前面讲到正报的身心啊，讲到五个主题，有五个主题啊。第一个呢，远离恶道；第二个，身相庄严；第三个，衣食自然；第四个，具足五通。第五个寿命久远，那这个构成整个极乐世界的一个正报的功德庄严。那么这以下呢，把这五种的功德庄严呢，再把它说明它所产生出来的作用。那这五种功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？那么这个作用我们分成两个部分，第一个是一种自受用的作用，一个是他受用啊。自受用就是你在受用这样的一种种种的果报体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受？先讲自受用。
那么他受用的话就是供养佛陀乃至于度化众生啊。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民，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教示，就是说呢，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，国中的天人啊，这些凡圣同居土的这些天人，那么今天我提供给他这个果报体呢，这个果报体呢，当我们去受用这个果报体的时候啊，你会产生一种快乐的感受，而这种快乐的感受呢，就好像是肉尽比丘。这个肉尽比丘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四果阿罗汉，他入了灭尽定以后，要入灭尽定哦。阿罗汉入灭尽定了，没有入灭尽定的时候啊，他色身还有维系的苦啊，还有维系的痛苦。但是阿罗汉入了灭尽定以后，他会产生一种非常殊胜的一种极尽的快乐，类似于涅槃极尽的快乐。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民的果报体呢，他所显现出来的快乐就好像是阿罗汉住的灭尽定的那种极尽的快乐。我们的色身啊，它是由这个地水火风四大所构成，而这个四大呢，它的一个结构体呢，是跟你的烦恼跟业力有关系。我们一个人烦恼业重的人啊，他那个地水火风的结构啊，就比较粗重性。因为你烦恼比较淡薄的人，他的四大的产生的力量就比较轻安。你看你刚开始出家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浑身不对劲，因为你那个时候烦恼很粗重，所以你那个地水火风表现出来是很粗重。慢慢慢慢的，你开始拜忏甚至打坐以后，你经常打坐的人，你的色身会比较清安。虽然说不可能没有病痛了，但是你经常打坐的人啊，你的身体结构啊，那个四大就有一点随顺于这个禅定的四大，它有比较精妙的色身产生。那么极乐世界的色身呢，它本身是一个什么结构呢？无量寿经上说啊，它是一种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。清虚之身呢，是指的它非饮食所长养故啊，它不是饮食所长养的啊，饮食所长养的是一种很粗重的啊。第二个无极之体呢，指的是无老病之干扰，所以无极之体。也就是说呢，极乐世界的果报体，因为它不是胞胎所生，它是莲花化身，是弥陀的本愿的法身所变现出来的。这清晰之身无极之体啊，它的结构体啊，照这个无量寿经的形容是若有若无，如梦如幻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果报体，它产生一种快乐的感受。那么这种快乐的感受，在无量寿经当中做一个比况，他说啊，世间上的小国王的色身啊，他那个地水火风的四大，跟转轮圣王的地水火风的四大，就像乞丐跟国王一样的差距，福报力不同。那么转轮圣王跟这个天王的色身啊，又像是乞丐跟国王的差距。那么转轮圣王跟这个天王跟阿罗汉啊的色身啊，又像是乞丐跟国王。那么阿罗汉的色身跟极乐世界的色身比起来，又像是乞丐跟国王。所以我们讲极乐世界的果报体这么长，那么你今天这个果报体要用很久啊，你这个我们讲借假修真，借假修真啊，这个色身要提供你在极乐世界哦，一下子在极乐世界修学念佛念法念身，一下子跑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，一下子跑到众生的世界去度化众生，你都必须靠这个身体来支持你。那当然你会说，那这个身体到底它释放出来的感受是什么感受？这个地方讲出两个消息。第一个，极乐世界的色身给你的感受是安乐的；第二个，它这种快乐是极尽的，是躁动的。我
我们一个人啊，我们内心的本性啊，人都有他的本性。什么叫本性？就是没办法改变。你怎么修行没办法改变？我们这个明了的心呢、啊，在痛苦的地方啊，我们会躁动不安，想要离开，这个是没办法改变。我们到了一个快乐的地方，我们就想要安住下来，这个也是没办法改变。我们的人的本性啊，是想要离苦得乐。所以你太过于痛苦啊，有助于你修出离心，但是对你生命的安住是有障碍。身为一个菩萨，你不能让你的身心世界长期处在痛苦当中。他说你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啊，太过痛苦啊，对你发菩提心会产生障碍。因为你太痛苦了，会产生偏激的思想。你很难去产生大悲心。你很容易升起出离心，但是很难生大悲心。所以这个当然你说那个天上的果报体很安乐，但天上的安乐是躁动的，这个不可以。因为那种躁动的果报体啊，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烦恼。极乐世界安乐是极静的，这个地方你要知道它是极静的安乐。就好像是漏尽比丘入涅槃的快乐。那么当然这个果报体它有很多作用，它后面会讲啊，这个果报体啊，它后面呢、啊、会讲很多它的一个妙用啊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极乐世界它给你这么一个长的无量无边阿僧祇的寿命当中没有病痛，那么光明的照射感到身心柔软，而且又释放出快乐极静的感受啊，这个就是你的未来的正报身心的相貌。好，我们看第十八页，供养诸佛业，看经文。现我得佛，国中菩萨成佛神力，供养诸佛，一时之请，不能遍至无量无数亿挪由他诸佛国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个极乐世界的一个其中一个菩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、啊、做什么功课呢？就是供养诸佛啊。这个不管是《阿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啊，经常提到供养诸佛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个地方它是有积极福德资粮的目的啊。我们看经文，在我成佛世界当中呢，国中的菩萨，那么这些菩萨呢，成佛神力，哎，这句话很重要了。就你以下的功德啊，是怎么有的呢？是仰仗弥陀的本愿的加持。那么在佛力加倍当中呢，你会有两种很殊胜的功德。第一个，供养他方的十方诸佛啊，供养十方诸佛。第二个，一时之勤啊，在一顿饭的时间这么短啊，就能够遍至无量无数亿的诸佛国土。这个地方指的你这个供养的时间特别的快。我想我们今天在了解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在供养佛陀的时候啊，这个地方有两件事要注意。第一个是供养诸佛，第二个一时之请啊，这个愿文有两个。我们一个菩萨一时要有一种很多的庄严。啊，这个庄严当然是福德所成就的，啊，那么当然福德当中呢，最重要的就是供养佛陀了，啊，我们讲一个实际的公案给大家做参考啊。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释迦牟尼，其实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他有很多很多的释迦牟尼，因为他这个第十天很多了哈，其中一个释迦牟尼他本身是没有学佛的。那么这个释迦牟尼呢，他有一天啊，跟这个天人在唱歌的时候啊，突然间他感到啊，自己啊五衰相现。怎么回事呢？头上花萎，他头上的花啊慢慢慢慢枯萎，甚至于掉下来。第二个，腋下出汗，天人本身是不流汗，那么这个时候他身上开始出很多的臭秽的汗。很多的天女啊就不喜欢他离开他，腋下出汗。第三个，衣裳污秽，他的衣服开始产生很多很多的污秽的颜色出来。第四个，身湿光明，
他身上的光明慢慢的暗淡的甚至于消失掉。第五个，不乐本座。天人一般的话都是有一个台座，他乘着这个台座到处的游行，那么他这个本座坐不住了，所以他知道他自己天福将尽了。譬如啊，仰天射箭的，这个箭已经到顶了，开始要掉下来。而更糟糕的是，他知道他来生啊，要投身在一个乡下一个母猪，这个母猪总共怀了六胎啊，其中一胎。你看这个落差很大，从天人到这个变成一只猪啊，所以他非常恐慌。这个时候他就 跑去找其他的四地还应的天王说，我的天福将尽了，你们可不可以救救我。四地还应说，我们虽然有广大的神通啊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延长你的寿命。那么这样子好了，你去找大梵天。大梵天那是三界之王。那么他去找大梵天的时候呢，大梵天也是说，我虽然有种种的神通，但是我也没办法延长你的寿命。那么说这样子好了，在娑婆世界啊，有释迦牟尼佛出世，你呀、去跟他皈依啊，有很大的福德啊，可以救拔你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四谛环音天福将尽的四谛环音呢，就趁他的神通力啊，赶快飞到佛陀的那个金色去。这个时候佛陀刚好在说法，那么他这个时候寿命将近了，用他最后的力量啊，就至诚的顶礼佛陀，那么嘴巴就称念南无佛一声，就死掉了。死掉的时候，因为他临终的时候很虔诚的深夜礼拜，口业的称念跟意业的皈依啊，所以他投身在这个母猪的地方的时候啊，他的福报增加了，所以这个母猪啊就非常的躁动不安，就到处跑，就把这个主人的这个花瓶打破了，主人一气拿棒子就把他给打死了。打死以后，这个其中一个胎儿就流产掉了。结果四谛环音他就从胎儿死掉当中呢，又回到他的本位，又做四谛环音。你看，面对一个庄严的佛陀，你看至诚的礼拜称念皈依，换成一期的四谛环音的果报，这个就是供佛的功德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，休息十分钟。